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八间的金玉湖酒庄。那这个酒庄是由我们的廖立新廖大哥来先泡泡者哈，廖大哥。好。那我们的廖大嫂就是今天跟我们游览车同车来挥挥手哈。这是酒家男啊，这个是酒家的嘛老板娘哈。妈妈桑。那待会呢，在我们一直想要营造一个好的品酒，因为。 酒其实它并不是来酗酒的，它不是来喝醉的，它其实对我们人体有一些正面的帮助。那喝酒有一些过程，喝酒你去认识它之后，你会发现说酒原来其实是非常的有风味的。所以我们廖大哥跟协会这边，我们都设计这样的一个场域给各位来品酒。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各位有机会来这边。我是小酒楼，我叫廖立新然后尖道是全台湾酒庄密度最高的，这一条路就有3家酒庄，这是酒庄密度最高的。然后这个村庄呢，以往在日治时代呢，只有8户人家，所以这个会赢啊。 各位，今天我聘请了一个我们口才演说班口语表达我们的江姓村民，我们的副班长来颁奖，请大家掌声。今天要当酒家女啊！好，那大家等一下麻烦帮我把那个杯子里的水先喝干净。来，纪委美女，你有够赞，厉害，好赞。 这样子吗？这样子。哎，对，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。好。来看你握那个酒杯的 OK 的那个姿势哦。醒酒跟空气接触，对。所以有时候搅动起来是为了跟空气接触。颜色会变淡是吗？比较淡一点。 然后味道会比较，可以闻到它原来的果香味啊，或花香味。开始我们会起来之后观其色，可以在灯光底下看它的颜色。OK。然后再闻其味，然后再品其味，然后再感受它的前段、中段跟后段的味道。 金玉湖酒庄。